Hello，各位朋友好，我是 Elizabeth 的，各位好吗？我都很好，现在还是在外面拍视频，顺便跟你们打个招呼，你们都好吗？我呢在这个 Logan City，Logan Logan Center。还是在这边拍，现在因为这边拍了，比较没有什么多人。如果去那个深夜店啊，很旺的区的，又有点怕怕，因为他们都有那个什么，有那个新冠病毒。现在在澳洲啊，很厉害呀、啊，有几两三万个那个病毒啊。很多人中到，所以我们呢就要很小心，去那边，去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拍一拍吧。没办法，这要躲一躲。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，有那个 Hungry J， 元宝在这边，元宝陪着我在这边拍视频。元宝，看这边，元宝，他最喜欢拍，拍视频的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饭馆，里面的厕所是很大，因为我们澳洲的很多那些小区的店呢、哦，那个厕所，那个shopping center是矮的，不像你们呐、啊。中国啊，香港那些都是高楼大厦，我们这边呢，高楼大厦是很少，只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才有，因为这个是小区来的吧，小区呢，它就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，一楼的那个也很多那个泊车的地方，那卡帕也有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 Logan Central， Logan Central， 这个它的牌子有写着这个 Logan Central。这边都是那个都是白人住的，这边这样的，我们也住，我是住在这边的附近。我住在安德伍德嘛，我住在离安德伍德这边才呀、啊，开车嘛就是5分钟就到了，也蛮近的，视频就到这边了哈。现在风很大，因为我的头发都乱了，这样啊，我们视频就到这边哈，以后再见，下个视频再见。拜拜。